先赞后看，养成习惯。在宿舍跟我妹开麦打王者，我一时上头，口嗨。哥，听说你们学院的柳如烟美的牙皮。妹妹愣了几秒，好，好像是吧。等着，哥今年必泡下她，给你当嫂子。明年你就可以当小姑了。我听到妹妹宿舍一阵嬉笑，他们怎么都齐刷刷看向电脑前那个人。卧槽，你居然没戴耳机？那为什么刚才这么安静？大家都刚认识，没什么好说的。我一本正经的教导妹妹，你这种行为是不对的，这样很容易损坏你大哥的光辉形象，不利于你哥找对象，懂？ 可是哥，你刚才的口吐芬芳他们都听到了，我震惊的整个人跳起来。什么？这道声音震耳欲聋，直接把妹妹内赶成电流声。机遇，你现在立刻马上给老子下楼，我不削你一顿，今晚睡不着。哥，这样不好吧？柳如烟也住我这栋楼，万一被他看到，不是很影响你的高大形象吗？我认真思考了一下，觉得这货说的有点道理，还行吧。今天看在你嫂子的面子上，饶你一命。我这句话一出，他们宿舍的人又齐刷刷看向电脑前那个人。戴耳机没？哥跟你说点事，说吧。柳如烟跟你一个专业。 你帮我打探打探他的课表，最好能偷拍几张照片拿来干嘛呀？我晚上抱着睡觉不行啊。贴吧不是很多吗？你自己去拿就好了。那些照片太正经，不利于晚上做梦。我这句话一出，他们宿舍的人又齐刷刷看向电脑前那个人。我妹突然说他们宿舍的人要睡觉了，直接不等我同意就闭麦关机。过了两个星期，终于是军训的最后一天了，操场终于开放给我们这些师兄师哥去了。因为作息时间不一样，都没看过这些大一师弟师妹们。当天晚上我就给我妹妹打了个视频。哦，我亲爱的妹妹，快让哥哥看看你晒黑了没有。 我妹妹掉了条角度，露出她的美颜。我妹妹还是那么漂亮，那么可爱啊！快让哥哥稀罕稀罕。我妹已经习惯了我的神经质，嫌弃的扭过头。你嫂子呢？黑了没有？我让你办的事情怎么样了？课表微信发给你了。哥，你真的要追她吗？废话，我连跟她的孩子叫什么都想好了。柳如烟喜欢在春晖园三楼吃饭，我连忙把这个消息告诉我舍友，他们折腾的要拆房子一样，嗷嗷叫，冲冲冲！明天去偶遇柳如烟。我明天五点钟洗脸洗头，谁也不能阻止我追求师妹。我看着这些无比不值钱的模样，深深叹了一口气。 我语重心长地跟我妹妹说：“你看这些冤种，傻逼不？”他们听到我的话，停止了狼嚎，一致对我呵呵。不知道哪个大傻子连睡觉做梦都在喊别人老婆。随即我就挂掉了视频，跟他们开始了战争。持续了十几分钟的猴子偷桃、黑虎掏心、月下摘桃，最后是谁也不服谁，约定明天再战。我发微信给我妹，让她把知道的关于柳如烟的情报都告诉我，我要卷死他们。妹妹说：“放心吧，哥，你赢定了。”不得不说，妹妹这句话取悦了我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们就到饭堂门口的桌子蹲点了，全宿舍人齐。 我宿舍一个脱单的都没有，跟他们动物园一样。过了十几分钟，我们就看到柳如烟跟她舍友进来了。柳如烟瓜子脸，五官精致，宝石般的眸子随意扫了一眼，简直就是动漫里走出来的仙女人物。她的容貌真的无可挑剔。这些单身狗关键时刻都怂了，昨晚的干劲都没了，还是得我出马。我起身走了几步，我就心虚，不如我们下次再去吧。我们刚要走，我就看到我妹了。我妹笑了笑，哥，微信拿到了吗？大胆，这是嘲笑。我当即冲柳如烟坐着的桌子走去，我真的是腿软。快到她面前的时候。 我脚下一个踉跄，差点扑在地上，好在他扶了我一把，现在直接扑他腿上了，好白好嫩好滑，我大脑一阵空白，近距离看更漂亮了，谢谢老婆，嘴在前面跑，脑子在后面追。柳如烟一愣，眼里满是带着笑意的唏嘘。不客气，我终于反应过来了，急忙连滚带爬的离开。我一路逃回宿舍，就看到我妹的威胁，哥你怎么跑了呀？妹妹啊，我们换个嫂子吧，下一个更漂亮啊，我太社死了。经历了那尴尬一幕，我现在完全不想泡柳如烟了。晚上我死缠烂缠,缠，我妹陪我打王者。 他又拉了三个朋友，于是我们开启了五排。在选英雄界面，我看到三楼的常用是辅助，我快乐了。他们三个都没开听筒，我可以放胆发挥了。老妹啊，这个三楼的英雄池比你好太多了，居然有我前老婆蔡文姬、现老婆瑶。对了，他有没有 CP？没有，算了，我妹不靠谱，还是我亲自来吧。我的李白哒哒乱杀，三楼拿个瑶，气在我头上，仗势欺人，我扣字。妹妹处不处对象啊？不处我又扣字。我可软可硬，可服可罚可赦可对抗。我去，他扣字，我没处过 CP。 这个需要做什么吗？嘿，居然还是纯情妹子，我扣子就是一起打打游戏什么的。但是上坟只和你一起，其他女人妹妹的都靠边站。我正跟着我的妹妹你侬我意的聊天，我妹这个电灯泡不合时宜的插嘴。那嫂子怎么办？什么嫂子？你哥失恋了，你不知道吗？以后不许提他了。我妹没跟上我的脑回路，失恋我都想换个地球生活了。这么社死的事情居然发生在我身上，我妹宿舍的人又齐刷刷看向那个玩瑶的人。都跟你说一步步来，我哥是那种有贼心没贼胆的人。我好像听到我妹在讲话，但是没听清，妹妹你在说什么呀？ 没事，我专心致志打着游戏，一路狂砍乱杀，这一把赢得很轻松，真的是拴四条狗都能赢那种。妹妹，你居然有这么厉害的朋友，不早点介绍给你哥，我都说好几天了。我越塔，他干扰我杀人，他走位挡对面技能，他拿我们的蓝，我拿对面的蓝，简直就是神仙眷侣。这个姚妹妹好厉害，她现实长得漂亮不漂亮？你把她微信推给我吧，我要泡她。我刚说完，我妹宿舍的人又齐刷刷看向那个玩瑶的人。一局游戏打完，我二分之一，姚妹妹三二十六，我妹三二，剩下两个战绩还不够我妹的好看。 我让我妹等我几分钟，我开了个新房间，拉了姚妹妹过来。我看了姚妹妹的页面，总共才打了八十多场，就已经这么厉害了，英雄胜率都是百分之八十、百分之九十多。好的，我单方面宣布，姚妹妹是新晋游戏搭子加女神加老婆加做梦对象。我果断发送好友申请，她秒通过。这么厉害的辅助要牢牢锁住，我果断给她送玫瑰花，申请情侣标，她同意了。我扣子，我们退出游戏，重进一下。好，我没拉我们了，这把姚妹妹还是拿了瑶。瑶哥，你刚才干嘛去了？还拐走了小鸡。 干啥？小鸡干啥？是姚妹妹的游戏，等下就亮瞎你们的狗眼。进了游戏加载页面的时候，我妹看着我们五级情侣标，不禁卧槽一声。行啊，背着我暗度陈仓。我忍不住斥责我妹妹，怎么说话的？这是你哥和嫂子，快叫人！我妹咬牙切齿的语音转文字，嫂子好。姚妹妹扣字，嗯。我看着这副歌词妹笑的画面，露出欣慰的笑容。这把李白前期有点难，也被反爆了。不过中期开始又是嘎嘎起飞，嘎嘎乱杀，一晚上六连胜。而且我玩的不是最李白，要就是镜兰，哪个英雄帅就玩哪个。 狠狠拿捏了妹妹的心跳。不过这个人刚好玩的都是我喜欢的英雄，号才创建十三天，有点怀疑姚妹妹是海王，老子不会成了他鱼塘里的一员吧？不过有一说一，自从跟姚妹妹玩了以后，其他队友我怎么看都不顺眼，特别是匹配的我方瑶，哎，惨不忍睹。我的第二课堂学识还没够，今天学院刚好有讲座，我就指挥我妹帮我占位，我妹坐在我左边。快开始的时候，有个人过来坐在我右边，我还没来得及抬头看，就听到周围的嚎叫声。工商管理的柳如烟，是柳如烟，卧槽，好漂亮啊！世界上真的有这么好看的人吗？ 行吧，我不用看都知道是谁了。他手撑着脑袋，侧着脸看我，轻轻笑了笑。季伯达学长，听说你喜欢我，哈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什么玩意？听说我是你老婆，你妹妹明年还要当小姑。她的烈焰红唇勾起好看的弧度，说不出的魅惑，而我只有道不尽的尴尬。我急忙狡辩，谣言都是谣言，我爸妈不允许我大学谈恋爱，这些话不可能是我说的。他修长白皙的手指轻轻点了点我的脸，手指碰过的地方都有一种电流，酥酥的，麻麻的。可是我有点喜欢学渣怎么办？蛊惑我，别爱我。 没结果，我心里只有姚妹妹，我可是用情专一的人。妖孽别想蛊惑我，我心里默念着，表面上却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她五官完美，脸上可没有一点伤心的痕迹。我偷瞄了她几眼，好像比上次更漂亮了。后面我每次偷看她都会被她发现，她那双卡姿兰大眼睛直勾勾盯着我，似笑非笑。学长，你这样偷看别的女生，就不怕你的姚妹妹生气吗？她轻描淡写的说道。我跟姚妹妹情比金坚，你别想挑拨我们的关系。我没好气的白了她一眼。虽然她长得很漂亮，但也不能随意诋毁我和姚妹妹的感情。 他扑哧一声笑出声来，那学长可要好好喜欢你的姚妹妹，千万不要三心二意哦！我跟姚妹妹前世今生的缘分，你懂个锤子！我毫不客气地反驳道。他优雅地笑了起来，温暖如春风。我懒得理他，心想这个女人真是太会蛊惑人心了。时间不知不觉到了晚上九点，又是和姚妹妹甜蜜双排的时间。我之前嫌我妹这个电灯泡太亮，就把他踢出了房间。平时一到这个时间，姚妹妹就上线了，我不玩，她也下线了，就有一种为我上线，陪我下线的感觉。今天辅助没了，姚妹妹被迫补位。 我玩的是不知火舞对抗路，老夫子，我拿了一血，但是过了没到三分钟就被三个人越塔强杀了两次，然后辅助就疯狂点我头像，疯狂喷我，你打不过他，你不会塔下猥琐，非要跑出去送我，满脸问号，我家一塔现在变成对面的防御塔了吗？但是碍于姚妹妹在，我还是忍住了喷他的冲动。姚妹妹扣字塔是被几个人越塔强杀的，辅助扣字塔下都能被杀，这么菜就别玩了。辅助扣字塔下都能被杀，这么菜就别玩了。我深呼吸，不要生气，生气容易心律不齐，更容易见不到陈伯。 后面姚妹妹来帮我抓了几波，我的战绩变正了，三比二比一。姚妹妹的战绩三杠一杠一零。10, 此时下路刚好送出了双杀，辅助扣子，不知火舞你会不会支援？有射手不抓跑去抓肉，你有脑子吗？是可忍孰不可忍，我扣子你们二 v 二打不过，还好意思去怪别人。姚妹妹 MVP 十五点一评分，我十二点八，你八点八，辅助七点六。辅助扣子，我这个是后期英雄，对面是前期，你不懂就回家种地，别出来找存在感。要不是看姚妹妹开着听筒，我真的要开麦大喷四方。退一步海阔天空。 忍一时，我心肌梗塞。我屏蔽了他的信息，直到游戏结束都没再鸟过他。这把赢了，姚妹妹 MVP 十五点一评分，我十二点八，射手八点八，辅助七点六。游戏结束后，姚妹妹给我发消息说有事，让我等她几分钟。然后我就看到姚妹妹显示已开局一分，我本来想拉辅助过来骂她，我看到她跟射手也是显示已开局一分钟。我点进去观战，姚妹妹看到她拿着镜一 V R 二打一，这两个人不讲武德，姚妹妹被一血我的心都慌起来了。还好这把赢，射手一比三，辅助零减四。卧槽，瑶妹妹这么猛的骂，她打完就给我发邀请进。 房间了，我扣子问他怎么跟他单挑了，他扣子，他嘲讽你有一说一，我心里暖暖的是心动啊，糟糕，眼神躲不掉，你一直没说话，我还以为我比较笨，不知道怎样才是满分做法，所以我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守护。我靠，我的姚妹，我要为你上刀山下火海，肝肠寸断，春蚕到死丝方尽，我沉迷在姚妹妹高超的技术中，嘟，把柳如烟抛到九霄云外，我妹非要叫我去看她的舞蹈比赛，我拗不过她，我就答应了，不是我不想去，而是我宿舍的单身狗们早早就打听到柳如烟也参加了，这些憨憨个个都洗脸洗头盛装打扮，那我也简单洗个头以示尊重吧。场馆中挤满了人，我估计。 全校八成汉子都来了，特别是四强对决的这场这场比赛，有柳如烟，还有汉语言学院女神秋叶。左边那派是给柳如烟加油，右边那派是给秋叶加油，两派也形成了较量。而我们这些不参与的，就站在中间。我们学院的秋叶明显更漂亮一点，放屁，明明是柳如烟更好看。看到我们秋叶的三八弟了吗？柳如烟有吗？柳如烟一派明显被噎住，因为柳如烟这个真没有。虽然也很壮观，但明显跟秋叶还差了点坡度。他们的吵闹与我无关，我大声喊着西域加油，西域加油。除了柳如烟和秋叶，我妹就是球场上的第三漂亮。我的呼喊吸引了注意，吸引了不少给我妹妹加油的声音。 赛前预热，我过去给我妹递水，有信心吗？老妹妹妹，嘿嘿笑了笑，还好了，哥嫂子肯定跳得更好一点我。我急忙捂住了我妹的嘴，小孩子不懂事，说错话，你大人有大量，不要跟他一般见识。旁边的柳如烟双眸紧紧锁住，露出一个诱人的笑，连嘴角的弧度都是那么完美。女神一笑，大家又沸腾了。孔雀开屏，我现在怎么看柳如烟都是不顺眼。虽然说她也没做错什么，但是这个星球有她没有有我，有我没她。她走近，我踮起脚凑到我的耳边，在我耳边轻轻吹气，然后我就看到姚妹妹显示已开局一分钟。我本来想拉辅助过来骂她，我看到她跟射手也是显示已开局一分钟。我点进去观战。 看到姚妹妹拿着锦衣卫二打得很凶，这两个人不讲武德。姚妹妹被一血，我的心都慌起来了。还好这把赢了，射手一比三，辅助零比四。卧槽，姚妹妹这么猛的吗？她打完就给我发邀请进房间了。我扣子问她怎么跟她单挑了，她扣子说她嘲讽你。有一说一，我心里暖暖的，是心动啊，糟糕，眼神躲不掉。你一直没说话，我还以为我比较笨，不知道怎样才是满分做法，所以我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守护。我靠我的瑶妹，我要为你上刀山下火海，肝肠寸断，春蚕到死丝方尽。 我沉迷在瑶妹妹高超的技术中，都把柳如烟抛到九霄云外了。我妹非要叫我去看她的舞蹈比赛，我熬不过她，就答应了。不是我不想去，而是我宿舍的单身狗们早早就打听到柳如烟也参加了。这些憨憨个个都洗脸洗头，盛装打扮，那我也简单洗个头，以示尊重吧。场馆中挤满了人，我估计全校八成汉子都来了。特别是四强对决的这场，这场比赛有柳如烟，还有汉语言学院女神秋叶。左边那派是给柳如烟加油，右边那派是给秋叶加油，两派也形成了较量。而我们这些不参与的，就站在中间。 我们学院的秋叶明显更漂亮一点，放屁！明明是柳如烟更好看。看到我们秋叶的三八地了吗？柳如烟有吗？柳如烟一派明显被噎住，因为柳如烟这个真没有。虽然也很壮观，但明显跟秋叶还差了点坡度。他们的吵闹与我无关，我大声喊着：“西域加油，西域加油！”除了柳如烟和秋叶，我妹就是球场上的第三漂亮。我的呼喊吸引了注意，也吸引了不少给我妹妹加油的声音。赛前预热，我过去给我妹递水，有信心吗？我妹嘿嘿笑了笑，还好了，哥，嫂子肯定跳得更好一点。我急忙捂住了我妹的嘴。 小孩子不懂事，说错话，你大人有大量，不要跟他一般见识。旁边的柳如烟双眸紧紧锁住我，露出一个诱人的笑，连嘴角的弧度都是那么完美。女神一笑，大家又沸腾了。孔雀开屏，我现在怎么看柳如烟都是不顺眼。虽然说她也没做错什么，但是这个星球有她没我，有我没她。她走近我，踮起脚凑到我的耳边，在我耳边轻轻吹气，这声嫂子我就收下了。我虎躯一阵酥麻的感觉再次传遍全身。学长，站稳点，红，别像上次那样。妈的，我现在就去买票，连夜跑路去火星。 我瞪了一眼目瞪口呆的妹妹，就知道看戏不会解救一下你哥。我又一次尴尬的连滚带爬的离开。我跟他八字不合，虽然我跟柳如烟是清白的，但是这个角度在别人看来就是有猫腻的。当天贴吧就多了几十条，全是说柳如烟在大庭广众下跟一个男生亲密，还有人上传了照片。贴吧沸腾了，我的心凉凉了。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老子不会被学校这帮愤怒的单身狗们暗杀了吧？我回到宿舍坐了不到一小时，我的舍友就各种微信轰炸我。虽然照片没拍到正脸，别人或许不知道是谁，但是我舍友靠身高、体型、发型。 一眼就认出了我，他们的大部分都是在提醒我注意生命安全，同时也在那我这个癞蛤蟆怎么就能勾搭到了白天鹅？好家伙，属实是把我问到了，我一个当事人都不知道。我看到有一个帖子说，肯定是那个男的不要脸，死皮赖脸缠着我女神的，简直就是放狗屁，差点没把我气死。我当即开个小号，写了个五百字小作文的贴，四百九十九个字都是写我婉拒柳如烟九十九次，他还是不要脸继续追求我。我这个帖子写了没多久，就被顶上了前几位，评论几乎全是骂我的，骂的最多的就是不要脸，从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 惊动到，连我妹也给我发来了微信，她转发了这个帖子给我。哥，这个不会是你写的吧？回她：是啊，妹妹你真聪明，妹妹。然后过了不到十分钟，我这篇帖子被柳如烟点赞了，贴吧又一次炸开了。我接到了我妹的语音通话，我接听了。哥，你跟柳如烟真的没有什么，能有什么？那你喜欢她吗？不喜欢。为什么？八字不合。你印象中的柳如烟是什么样的人？漂亮，成绩好，家境好，大长腿。唯一不足就是事业线的坡度有点小。我听到电话那边传来剧烈咳嗽的声音，我宿舍的单身狗们也都回来了。 一进门就嚷嚷道：“快说，你这只臭狗妈用了什么毒计搞定女神的？居然瞒着义父们！”我挂断了电话，跟他们解释了八百遍，终于在我点了烧烤啤酒后，相信我了。今天刚好是周六，我怀疑昨晚的烧烤有女神的终极舔狗下了药，胃疼得昏天暗地。宿舍的义子们都去饭堂吃早饭了，我苦逼地躺在床上等死。正痛苦间，我妹的微信来了：“跟你宿舍的人说你不舒服啊？”我妹都跟我义子们都混熟了，甚至我都察觉到他们背着我在密谋什么。我回他：“是啊，昨晚半夜去校医室看过，还是很痛。我下午有急事。” 我让我朋友陪你去医院看看。我回他，我义怎么可以陪我去。男的都大大咧咧的，一点都不细心，有我朋友在，我才能放心。他十五分钟后到。我妹也是倔脾气，她决定了就不会变。没过多久，我宿舍就有人敲门了。我打开门一看，是柳如烟和宿管阿姨。我当时有点懵逼。她摸了摸我的脸，皱了皱好看的眉头，怎么这么憔悴？然后搀着我下了床，还不忘给阿姨打个招呼，然后就搀着我走了。我现在就处于又痛又懵逼的状态，冲着柳如烟百分百完美的脸，一路上吸引了不少目光。本来贴吧的事已经慢慢沉下去了。 估计今天又要上头条了。到时候学校里愤怒的追求者，昨天只是下毒，明天怕是要直接冲进宿舍，将我乱刀砍成肉酱。不过我现在可没有时间和精力管这个。车已经在校门口等着了，很快就到医院了。他搀着我走急诊通道，很快就搞完了。我本来就有胃炎，昨天吃了比较多的烧烤啤酒，胃炎就又犯了。不过没事，下午就出院了。他帮我脱了鞋子，搀着我倒在了床上，真的是啥都不用我亲自动手了。然后去给我买了早餐。我吃了药，他静静坐在床边注视着我，眼神里流露出的担心，让我的心微微颤了一下。 那什么，谢谢你啊，柳如烟学长，以后吃东西克制一点哦，特别是一凉一热的东西。我小声应了一下，心中的某根弦似是被拨动了一下。你跟我妹是朋友，我小声嘀咕着。我记得你是三幺三，难道我妹宿舍也是三幺三？她摸了摸我的头，乖，你先休息一下，我早餐都没吃呢，我去吃点东西。操，我怀疑她是故意逃避我的问题。我承认我快沦陷在她的石榴裙下了，不是我的意志不坚定，实在是柳如烟的火力太强了。那我的姚妹妹怎么办？我给我妹发微信，威胁的意味十足。妹，你是不是有些东西要交代一下？ 我妹也不断搪塞敷衍我，好干得漂亮。没过一会柳如烟就回来了，好尴尬的气氛。她安静坐着，就盯着我，也不玩手机。那我玩手机，不看她。她好听的嗓音缓缓传来：“学长，你喜欢哪首歌呀？永不失联的爱，我喜欢这首歌的歌词，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联的爱你的每条讯息都是心跳节拍。”妈呀，她的清唱太好听了,完了，完了完了，顶不住了。是这首歌嘛？我疯狂点头，好，我知道了。我好想问你知道什么了，但是理智制止了我。我鬼使神差问了一句：“打把王者吗？”他笑了笑，我不会玩这个，居然不会玩。 这个游戏不接地气，果然柳如烟还是适合当那个高高在上的女神吧？学长，我可以看下你怎么玩吗？他乖巧的模样取悦了我，我自己开了一把游戏，他在旁边看着我玩这把，还是我跟姚妹妹绑了关系以来第一次自己玩，我拿的李白，开局七分钟我入侵对面野区杀了对面两次，对面中路和双人路来野区支援，我天秀操作从容撤退，怎么样哥哥屌不屌？我傲娇的看着他侧身把手机屏幕给他看，他笑盈盈的看着，看着还挺好玩。学长我来试试，他接过手机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战绩界面扫了一眼，然后同样去入侵野区，野区快跑快跑有人来抓你了！他不仅跑掉了，还从下路跑。 到了中路，顺带着往左侧草丛扔了一套技能，竟然打死了躲在里面的软辅。我发现柳如烟的走位比我好了太多，而且节奏也带得很好。我忍不住问他你：“你真的不会玩这个游戏吗？”“不会啊。”他一边摇着方向，一边回答我：“他的手是真的好看，又白又嫩，五指修长。那你还玩得这么好，我一个老玩家还不如一个新手。”乐把我的脸面置于何地，他像是猜到了我的疑惑，淡淡开口：“我学东西比较快，刚才看你玩，大致了解了。如果我有罪，请让法律制裁我，而不是派这么个人秒杀我，真就气死人不偿命。打完这把，他就把手机。” 还给我，然后我又开了这局，我补位没打过对面手机。右弟给他打了五把，就够时间出院了。他俯下身来，又想搀我，我急忙爬起来，我自己走。柳如烟一直把我送回了宿舍楼下才离开的。我上了楼梯，在窗口瞄他，他还没走，被柳如烟这个妖孽搞得心里哐哐的。我决定继续去跟姚妹妹当神仙，这里快乐要来了。我不禁在心里默默比较姚妹妹和柳如烟，不看他，他好听的嗓音缓缓传来。学长，你喜欢哪首歌呀？《永不失联的爱》，我喜欢这首歌的歌词。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，你的每条讯息都是心跳节拍。妈呀，他的清唱太好听了！完了完了。 顶不住了，是这首歌吗？我疯狂点头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好想问你知道什么了，但是理智制止了我。我鬼使神差问了一句：“打把王者吗？”他笑了笑。我不会玩这个，居然不会玩这个游戏，不接地气。果然，柳如烟还是适合当那个高高在上的女神吧？学长，我可以看下你怎么玩吗？他乖巧的模样取悦了我。我自己开了一把游戏，他在旁边看着我玩。这把还是我跟姚妹妹绑了关系以来第一次自己玩。我拿的李白，开局七分钟，我入侵对面野区，杀了对面两次。对面中路和双人路来野区支援。 我天，秀操作从容撤退，怎么样，哥哥屌不屌？我傲娇的看着他，侧身把手机屏幕给他看，他笑盈盈的看着，看着还挺好玩。学长，我来试试。他接过手机，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战绩界面，扫了一眼，然后同样去入侵野区。快跑快跑，有人来抓你了！他不仅跑掉了，还从下路跑到了中路，顺带着往左侧草丛扔了一套技能，竟然打死了躲在里面的软辅。我发现柳如烟的走位比我好了太多，而且节奏也带得很好。我忍不住问他：“你真的不会玩这个游戏吗？” 不会啊，他一边摇着方向，一边回答我。他的手是真的好看，又白又嫩，五指修长。那你还玩的这么好，我一个老玩家还不如一个新手了，把我的脸面置于何地？他像是猜到了我的疑惑，淡淡开口：“我学东西比较快，刚才看你玩，大致了解了。如果我有罪，请让法律制裁我，而不是派这么个人秒杀我。真就气死人不偿命。”打完这把，他就把手机还给我，然后我又开了这局。我补位没打过，对面手机又递给他，打了五把就够时间出院了。他俯下身来又想搀我，我急忙爬起来，我自己走。 柳如烟一直把我送回了宿舍楼下，才离开的。我上了楼梯，在窗口瞄他，他还没走。被柳如烟这个妖孽搞得我心里哐哐的。我决定继续去跟姚妹妹当神仙，这里的快乐要来了。我不禁在心里默默比较姚妹妹和柳如烟。姚妹妹总是依赖我，而柳如烟总是想气死我。姚妹妹说，对面射手刚才瞪了我一眼，我就嘎嘎针对射手。她说对面打野欺负我，我马上嘎嘎杀进野区砍人反野。我说我想玩哪个模式，姚妹妹就陪我玩哪个模式。不过今天有些奇怪，今天瑶妹妹拿的是药，而且她指定要我拿药。后来我就明白了。 原来他今天是要带我玩那个酷炫出城，这就是 CP 的浪漫吗？有一说一，玩瑶挂他头上真的很快乐，想要什么都有，还不用挨揍。哪怕我被打下去了，他也会计算好时间回来接我上头。这局到这里我都贼开心。直到中单说了一句最讨厌连体婴，我当即扣出两个问号。我方总共拿了七个人头，瑶妹妹拿了五个人头一助攻，他们三个人加起来才三个助攻。我们这边总共送了三个头，中单两次。开局我也有帮中单抢二，四级前都是跟的射手，目前为止也都是大顺风。我反手扣字，中路别送。 然后他就去送了，还在全部扣字。来来来，我给你们遇到这种队友真的晦气。我也全部扣字，打不过就打不过，一个主动一个被动差很远的好吗？然后他阴阳怪气了起来，一整局都在搞心态。姚妹妹之前跟我说不要骂人，不要什么东西都领。跟姚妹妹玩久了，我都从一个暴躁喷子变成绅士了。最后游戏赢了，我写了个一百字小作文举报他，他扣了五分。我莫名的想跟姚妹妹单挑。最后我们决定都拿安琪拉，开局刚到十分钟我就被他打死两次。卧槽，姚妹妹这么强的吗？打不过咱可以智取啊。 我扣字，我再死一次，我们就离婚。然后他给我送了五个人头，美滋滋啊，美滋滋。我又扣字，你什么意思？看不起我？明晃晃送人头，再放水就离婚。然后他一个技能打中了我，剩下两个技能全空，最后被我打死。我在草丛蹲他，他呆呆站的清兵，被我一套带走。他自信满满，想要越塔杀我，结果被我反杀。好的，我快乐了。最终我三比零是赢了，跟姚妹妹也打了挺久游戏了。我每次问我妹要姚妹妹的微信，她都找理由敷衍我，搞得我一直都看不到她的朋友圈。瑶妹妹，你有喜欢的人吗？ 他扣子回应，有完了，心碎了，我又要失恋了。我的姚妹妹心属他人，那你跟他有故事吗？我对他是想让他当男朋友的喜欢，他对我只是崇拜女神的喜欢。靠，这个男生多少有点不知好歹，你不要给我呀？那你不考虑一下喜欢其他人吗？没关系，来日方长，他逃不掉的。自从知道姚妹妹心有所属，我就变得有所顾虑了。加上最近要完成作业，我已经好几天没上线了。今晚突然接到我妹的语音通话，好像也挺久没跟她打雨桐了。哥，你最近怎么不打王者了呀？哥最近忙，忙到不看妹子。 不像你哦，我不确定我妹知不知道姚妹妹有喜欢的人这件事，所以我不能出卖她，好吧？其实是我对柳如烟念念不忘。我妹宿舍的人又齐刷刷看向床上那个人。老妹儿，我发现你们宿舍每次都很安静哦，他们都不爱讲话。我们宿舍都有谁啊？哥不能随便打探别人隐私，不礼貌，不尊重别人。还不等我说话，我妹就挂断了电话，还叫我一定要去看下周的新生晚会。我都怀疑我妹谈恋爱了，最近总是奇奇怪怪的。没过一会我妹又来跟我说，要我请柳如烟喝下午茶，感谢她上次的救命之恩。我想了想。 也挺有道理，上次我也没来得及道谢，那就今天补上吧。我和我妹在奶茶店等着，很快柳如烟就来了。明明她只是穿了件很普通的衣服，但不知为什么穿在她身上就显得特别好看。我们点了三杯奶茶和一些小吃，我妹没过一会就找机会溜走了，又剩我跟柳如烟了。店员妹妹切了一盘水果捞过来，我拿起牙签想插，每次都是被柳如烟捷足先登。几番下来，我怒了，凶狠地瞪着她。她微微一笑，把自己手里的火龙果递到我面前，要吗？我瞪眼看着她手里的火龙果，谢谢。她把火龙果递到我嘴边。 做了个张嘴的动作呀，yeah, 我做好了心理准备，把嘴巴张开了，等着他把火龙果递进我嘴里。结果他把插着火龙果的牙签递到我手里，自己吃。卧槽，有毛病啊！亏我心里还激动了一下，真的，我觉得柳如烟在玩弄我。算了，不要生气，把任务完成就走了。上次谢谢你啊，不用在意，职责所在。职责？什么玩意？我又懵了。他又胡说八道什么？他像看出了我的疑惑，即使给我姐夫应了嫂子，就要承担嫂子的职责。我努力挤出一抹笑容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刚转身。 我就翻了个白眼，学长浪费食物可不好。把他的声音从后面传来，我回头就看到他优雅的在吃东西，妈呀，秀色可餐！我花的钱不吃浪费了，最后我们坐了半个小时，我死皮赖脸的把他送到宿舍才走。我已经习惯了跟他走在一起，是别人投来的目光。一路上他也不说话，就安静跟在我身后。我每次回头看他，他脸上都是带着笑意，目光始终注视着我。他的眼神很炽热，我承认我的心被柳如烟弄乱了，会不知所措，会兵荒马乱。到了晚会这天，我宿舍的义子们从傍晚六点钟。 就一直开始催促我去晚会，我不去他们绑都要绑我去。去到广场又是人山人海，他们一个个表演的有声有色，收获了一阵阵掌声。该说不说，上台表演真的很帅，也难怪有优先择偶权，真的羡慕啊！下一个上场表演的是工商管理一七级一班的柳如烟，表演的歌曲《永不失联的爱》。卧槽，我差点没从椅子上摔下去，唱的居然还是我最喜欢的歌。她身着礼服，笔挺地坐在钢琴前，手指带着钢琴的痕迹，弹奏出饱含深情的音符，声音带着足以蛊惑人心的温柔，像是重力一般吸引着我。 舞台上缓缓传来动听的歌声。亲爱的，你躲在哪里发呆？好担心没人懂你的无奈。离开我，谁还把你当小孩？在台下看着他熠熠生辉。他在嚎叫和掌声中进场，他在赞美和鲜花中退场。他是如此闪闪发光，而我只能在台下看着他灼灼生辉。主持人例行提问：“请问柳如烟同学，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呢？”他最喜欢这首歌。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感觉到他是看着我这个方向的。台下不约而同哇了一声。他在大家的拥护中离场。经过这几次的巧合，我能猜到大概我宿舍的意思：我妹妹柳如烟肯定是在密谋什么。 而被密谋的对象就是我，姬达伯昌、姚妹妹、柳如烟，所有答案几乎脱口而出。今晚的风格外的温柔。是的，我逃了。我一个人悄悄来到桥边，我享受着晚风，风徐徐吹过我的脸颊，很舒服。我梳理着这一个月发生的点点滴滴。虽然答案已经很明显，但我仍是不敢相信。他如此耀眼，我如此普通，我们就像身处鸿沟两处，虽能时时相见，却难以跨越鸿沟。我妹和舍友给我打了几通电话，我都没接。在八通未接来电后，我妹发来了微信：“哥，你是不是知道了？”“我知道什么呀？” 我只是饿了，去饭堂买了点东西吃。我刚想回宿舍，就看到柳如烟站在我身后。我们四目相对，谁也没说话。柳如烟轻抿着唇，淡淡张开：“学长，我喜欢你。”我心中一阵激动，面上却不动声色。你装傻，那我也糊涂。我是不会喜欢你的。我心里只有姚妹妹，她靠近每一步都走得坚定，脸上还带着一抹微笑。那如果我就是她呢？什么意思？我脸上露出疑惑，配合着她的演出。她轻轻戳戳我的脸，声音有磁性般蛊惑着我：“基伯达，我跟你说实话，你不要生气。我跟基玉是摄影，其实每次你跟基玉的通话……” 我基本都听到的。我以前没玩过王者荣耀这个游戏，但是姬于说你喜欢玩，我就在军训那段时间自己开了个号。是他告诉我你喜欢哪些英雄的。现在一切都说得通了。我低头看着他，柳如烟，你就这样把我妹出卖了？柳如烟愣在了原地，不知所措。他显然是没跟上我的脑回路，说不定他来之前还写了百字的道歉小作文，现在都用不上了。草，让你们合谋算计劳资！我轻轻抱住他的纤腰，低头深深地凝视着他的眸子。柳如烟，其实从第一眼看到你，我才真正明白了什么才是一见误终身。只是你的耀眼太让我自惭形秽了。 虽然哥专一深情，有情有义，年少多金，才貌双全，风流倜傥，多智近妖等无数优良品质于一身。扑哧，柳如烟的眼睛笑成了弯月，还得加一个自恋狂。我也傻笑了一下，感受了一下手中蛮腰的温暖触感，接着说道：“但是在你面前，我还是没有任何底气能让你喜欢上我，所以哥考虑考虑哦。”说完，我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扭头就走。他肯定没看到我美的鼻涕泡都出来了，嘴巴更是已经咧到了地上。又是一个美好的周末，我一大早就起来洗头洗脸，穿上了我压箱底的衣服。我们去饭堂吃饭，我宿舍的义子好像从未见过。 我这么积极的走到我身边，挨个捶了我一下，脸上见兮兮的笑。去看柳如烟吗？我抓了抓斥巨资者的发型，又装模作样整理了一下衣服。柳如烟算什么？我要去泡妞。我说完这句话后，瞥眼看到他们鬼鬼祟祟的去发微信。我妹给我发微信，哥，你准备装到啥时候？哎，真是置我懦弱。妹，我果断无视他。我们来到饭堂，就看到柳如烟跟我妹已经在吃饭了。他们硬拉着我去跟柳如烟一起坐那里。有空玩我们三个，他们只有两个座位，坐不下。而就在此时，我们站着的旁边桌子坐着的秋叶开口了：“学长。” 你们可以跟我一起坐，刚好有三个位。最终，我们跟秋叶同桌吃饭。其实从我一进来，柳如烟就妖媚的朝我抛媚眼，明目张胆的勾引我。只是我假装没看到。他看到我跟秋叶坐一起，他就坐不住了。他给我发微信，吉伯打过来，我不要。他哀怨的看了我一眼，这可怜的小模样让我觉得我是个十恶不赦的人。我跟柳如烟眉目交流，秋叶似乎是察觉到了我跟柳如烟的猫腻，摇摇头笑了一下。你再不过去，有人醋坛子要打翻了。行吧，那我就勉为其难。我迈着我的一米八大长腿朝他们那边走去。我刚走到柳如烟面前。 他就笑眯眯的一把拦住我的胳膊，我被禁锢在他身边，情之所起，低头吻住了他的红唇。过了三分钟，我才放开他。很不幸，我发现我跟他成了围观的对象。他羞涩的脸埋在我怀里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女朋友有点害羞，你们别看了。好了，他脸更红了，使劲扭了一下我的腰。我抓住他的手，声音嘶哑，如烟，别闹。下一秒，我们就发朋友圈官宣。虽然我们的相遇有些晚，但是我们的故事终究已经来了。